还有钉子吧。那我要假装是九子吗？疗愈。像比较有 feel 啊。好啊，来吧。来了。好。你说。好，走走走。左边的也钉一些好了，就你手先要扶的。我手好，那边会掉。那你那一扶旁边一点好了。不行，它的水平会掉。就是，我现在对等等用补的，没关系，可以。来哦，三二一走。好。现在有一个问题是，这个洞长这样是合理的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不是。我会请教一下他吗？合理吧？哪有洞？他们是钉的啊。快蹬啊蹬啊蹬！就这些洞啊，就合理啊，只是没有钉子而已啊。对啊，合理啊，是没有洞，只是没有钉子而已啊。对啊，合理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下一个。对啊。